叶微澜，你最好老实点，不要妄想勾引阿旭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勾引他了？没有的话，他为什么特意请你当小满的钢琴老师？还这么维护你？我怎么知道呀？不说你自己问他吧。哦，对了，我觉得你还是问小满好一点，因为是他自己说要我当他钢琴老师的。你别以为小满喜欢你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才是他妈妈，你不是。穆小姐，你这样只会把小满越推越远的。叶微澜，既然你和小满关系好，那你先帮我照顾他一下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小满，外面有人吗？我被困在里面了，快开门！妈咪，钥匙不见了。他已经走了。你骗人，钢琴课还没结束，而且叶老师的手机还在这呢。小白眼狼，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还比不过一个钢琴老师是不是？啊？怎么了？钥匙不见了。